好久不见，缇亚娜，妻子，老师，我是不是出现的太突然了？ 那就好，你变化真大。姬子老师一点都没变呢，是吗？那我还挺开心的。这只是一段一时的残影，对吗？是吧？ 至少这里的时间是不会流动的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能像这样对话。对不起啊，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不，没关系，还能再见到姬子老师，我很高兴。至少能以这样的形式和你好好告别。真的。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你变了许多吧？嗯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所以你终究战胜了控制律者，对吗？对，这也多亏了大家的帮助。嗯，我就相信你们能够做到。先不说这些了，Kiana，想不想回圣弗雷亚看看？当然想。 天命之战后，我们离开了学院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挺想回去一次的。那不如现在就去，怎么样？Kiana，让我们稍稍享受一下不会流动的时间吧。 景色变了。 这是我的记忆，当了这么多年老师，我可是把圣弗雷亚的每个角落都记得清清楚楚呢。嗯，真怀念呢，这种洋溢着青春的校园。嗯，是啊，还记得当时的我，总想着要快点长大，但没想到，成长。
居然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如果重来一次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那不就不像是我了吗？天哪，看，我们的宿舍倒了，那扇窗就是我的房间。啊，我知道，晚上的时候，妻子老师的灯总是亮着的。这么想来，那时还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嗯，倒也没那么辛苦。我有时候只是喝醉了忘记关灯而已了。看，那棵小树丛，你逃课的时候总藏在那里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藏在那儿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那里阳光是最好的吗？还记得那堵围墙吗， Kiana？ 嗯，我经常翻它出去。德丽莎可头疼了，大概先后把围墙加高了三次吧，但你还是能翻出去。嗯啊，我说怎么一次比一次费力呢？但之后就没再加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摔伤。啊，是以前的训练场。这应该是你难得不会睡觉的课吧？毕竟当时的我只喜欢这样的战斗训练。虽然在双人对练中一次也没有赢过班长他们。现在呢？那可就说不定了。啊，你们在这儿上课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和我说说大家吧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吗？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Bronya 的孩子竟然变成了理智律者，他的确有继承逆烧盟主的潜力。别看他平时话不多，但其实论观察和学习能力的话，你们或许都比不上他。另外，浮华的来头可真不小啊，我确实被吓到了。不过现在想想，这大概就是他的眼神和同龄人都不一样的原因吧。班长也有很多自己的心结，不过现在应该算解开了吧。嗯，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他的，因为他总是把很难的事情轻描淡写的就压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记得当时为了救我，就是他给了我中和血清，后来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，得跟他说声对不起呢。嗯，我会告诉他的。至于牙医，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嗯，我明白的。我当然相信牙医，他的心意我都知道，只是还是会忍不住想他。一回到这里就会想起好多事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的，我才是那个受到大家帮助最多的人。牙医 Bronya， 班长德丽莎，学院长，还有妻子老师，我知道都是多亏了你们，我才能走到今天，也才能在以后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我还是会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。如果我能早点想明白一些事，大家就不用为我操心，牙医也不会去世界蛇了。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辜负了大家。
天哪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哎，这是要上课了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听？不，我想听。十多年前，我刚刚上大学，年纪也就和 Kiana 你们差不多吧。那时我父亲在天命的研究所工作，研究的东西具体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他是一个好父亲，会夸奖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的我，会抽空回来陪我吃饭，会给我买生日蛋糕。但突然有一天，他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无法接受父亲的死讯，根本没办法去相信那张熟悉的脸庞会如此简单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。从结论来说，我加入了天命，用接受人工圣痕的方式成为了女武神。我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查明被刻意隐瞒的那个父亲死亡的真相，是身为女儿的执念驱动着我的女武神生涯。但在女武神部队，我遇到了拉格纳队长。他对我说，女武神是为世界带来光明的人，不应该让执念和仇恨充斥着自己的内心。他引导我发泄出内心尘封的苦闷，为我的女武神生涯找到了属于明天的坐标。是他第一次鼓励我，去把这个不美好的世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但比起你们，我和他并肩作战的时光其实并没有多久。是2010年的那场灾难。天哪，空之律者总是将那些灾难和后果归咎于你，这是不对的。他看不到人们自己的选择，他容不下那些美好的微光。接下来的故事才是我想要对你说的。拉格纳队长牺牲后，我整理了他的遗物，在那些映照着生活点滴的衣服、书本、零食之外，还有一封压在抽屉底部的信件。致我亲爱的战友们，如果有人发现了这封信，那大概说明我已经死了吧。我个人留下的一切财物按组织上的规定流转处理便可，抚恤金这方面应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在这封信中分享一个故事吧。几年前，在刚成为 A 级女武神的时候，我经常被派去做一些灾区的善后工作。但说实话，那时候的我觉得参与这种工作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。比起救助那些弱小而又缺乏远见的平民，消灭敌人才是女武神真正的职责，我曾经这么想过。于是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质问前来视察的主教大人，派女武神嘘寒问暖、亡羊补牢，难道就能够消灭崩坏吗？主教大人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不能。我当时也愣住了，我原以为自己的冲动必然会引来一番说教甚至惩罚，但那位大人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自己职业的看法。他说，但是天命从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传递自己的信念。战友们，这也是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句话。我们秉持信念所做的工作，不管结果是否如愿，都绝不会是无意义的事。我们守护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将会成为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。它们或许看似渺小，看似徒劳，但那不过是因为如今的它还只是一颗种子而已。这些孕育美好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绽放出漫山遍野的花朵。所以不用为我悲伤，战友们，我虽然已经凋零，却也化作了催生希望的土壤与肥料，而未来的希望之花也总有一天将找到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。
这是拉格纳队长最后的教诲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有完全明白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，只是冥冥中有一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圣弗雷亚。而当那一天，当我穿上真红装甲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回想起他的话语，仿佛是命运的轮转一般，我理解了他信中所说的一切。蒂亚娜，我读过那次任务的报告，没人知道那场灾难中发生了什么，但失控的绿者被压制了下来，解放了天火圣才的齐格飞也活了下来，那一定是在场的某个人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选择。我想队长一定在你身上看到了某种他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某种我也曾看见的东西。队长如此，我也如此，大家都是如此。我们相信你能做到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，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而你也做到了，蒂亚娜，你在天穹市所做的一切，你在太虚山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你正在为解决支配之律者所做的这一切，你拯救了很多人，而这些人也将会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就是人类的传承，永然的星火。谢谢你，吉子老师。其实我也明白的，就是有时我不能。我理解你的紧张，蒂亚娜。越是受到大家的帮助，就越是会有一种身负重担的感觉。所以更要记住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成为了伙伴与同志的逆商，时刻为你们着想的学员长德丽莎，可靠的班长浮华 Bronia， 他虽然不善表达，但总是想着同伴的事，他的行动，他的进步，你也都看在眼里。而牙医，他是你们中最温柔的孩子，所以不用担心他，蒂亚娜，相信他吧，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你，蒂亚娜，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调皮的那一个，也是最不轻言放弃的那一个。你有改变大家的力量，有让身边的人与你一同前行的力量，所以相信并依赖你的同伴吧，蒂亚娜，因为他们也一定相信并依赖着你。雷之律，与大家。你还好吧，布罗尼亚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甘心。嗯，明明知道提亚娜的方位，但却被困在了这个封闭的空间内。这些家伙还以宿主的性命作为要挟。你们就放弃吧，不愿做选择的两个小孩子。宿主的命和提亚娜的命哪个更重要？在你们看来，居然是这么难选的问题吗？你是不会理解的，绿者。是是是，我不理解。我只知道，你们的提亚娜再也走不出这座剧场了，而你们只能在这个封闭空间里捶胸顿足，徒呼奈何。哎呀，是不是把你们放出去见证那一幕会更有戏剧性一点？
支配之律者。怎么了，班长？布罗尼亚，还记得爱因斯坦博士提出的两种假设吗？支配之律者，他们都是重复的个体，外形上毫无个性可言，但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又有所不同，似乎对应了现实中的宿主，那些经历失败被现实所压垮的人。由此分岔出了两种可能。第一种，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是一个独立的律者，他们共同建立了这个名为支配剧场的空间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将他们每个个体都消灭，这座剧场就应该会消失，事件也能得以解决，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所想的，但最后却发现人偶一夜之间复活了。那么或许就是第二种情况，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律者，真正的支配之律者是那个在暗中操纵他们的存在。那个存在就像蚁群中的蚁后一样，寻找人心中共同的弱点，放大它，操纵它，最终支配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这里和人偶们耗下去也没有意义，我们要打倒的是操纵他们的真凶。你有什么计策吗？其实从刚才就有些在意了，如果这座建筑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，那么提安娜手环上发出的信号理应无法传递到这里。或许这座塔楼看似封闭，但其实只是利用了某种视觉或是空间上的错位轨迹，人偶们制造不出无限延伸的空间，只是在拆东墙补西墙，或许在一些被他们忽视的地方隐藏着通往剧场的出口。原来如此，这样就不需要在意那些堵在路上的人偶了，我们直接从薄弱点进行突破。没错，但这可能需要些时间。明白了，战斗就暂时交给我吧。喂，从刚才起你们就叽叽喳喳说些什么呢？真让人不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撑多久。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打？另一位已经累趴下了吗？喂，行吧，真不愧是理智律者。快找到了，班长，再坚持一下。啊？这么快了？我最烦你们这些搞代码的了。敲着我看不懂的字，脑袋里都是些狡猾的点子。糟了，糟了，找到了！急如雷电。突破战场，就是这儿。我们出来了。那是提安娜。趁那些人偶还没追上来，我们快去。嘿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，多伤感情啊。人偶。果然是因为在剧场内吗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了不起啊，布罗尼亚，每次都会被你给钻了空子，被你搞得像是我们都住在奶酪里一样，到处都是可以钻的洞。看来千防万防还是得防你才行。你们对提安娜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做了天命主教当年做过的事而已，想看的话就自己去看好了。
当然，前提是你们得穿过这里才行。这次可不同以往啦，你们面前只有这一条道，来吧，选吧。逃得了初一，逃不过十五，有本事就杀了我们啊！怎么办，班长？现在一时间也找不到其他的路了，而且他们如今与宿主有着直接联系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。看来已经别无他策了。 Bronia， 我来切断他们与宿主的联系。切断联系要怎么做？我曾在第二次崩坏中切断过西陵与崩坏意志之间的联系，原理大同小异。可是你已经没有宇渡尘了。没错，凭我的力量已经无法做到了，所以我必须借助十只绿者的力量。十只绿者？但这样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试试。听我说，如果你能够听见的话，提亚娜现在正身处危险之中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哎，老古董，你们一个两个的成天来吵我，烦不烦呢？先是凯文的小弟，然后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木头人，现在倒好，连你也来骚扰我了。拜托了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对这群家伙使用绿者能力后力量就会被夺走吗？哼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来一出借刀杀人，还是一箭双雕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一定是被变成木头人的一员了是吧？嗨，我想也是，你那失败的人生还是很容易被他们压垮的。我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员，他们现在以无辜之人的性命相携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你说你没变就没变呢？没变你还骗我把力量拱手让人？不，这不是拱手相让，只要我们能战胜他们，力量就不会被夺走，我们会胜利的。嗯嗯，好哎，为了你们未来的胜利鼓掌。哼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提亚娜需要你。她要的不是班长吗？我也需要你。我知道提亚娜曾经否定过你，但经过那段时间的相处，你也明白她不是坏人。她否定你是浮华，不是因为讨厌你，恰恰相反，我们都认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。你有自己的思考，自己的坚持，以及为这份坚持贯彻始终的执着。你无需在意自己是谁，因为你能决定自己要成为的样子。我一直想对你说这些，提亚娜，还有我们都希望你能回来。哼，你好像是比其他木头人会聊天一点，不过说到底，这还是你们自己捅的娄子，谁闯的祸谁解决。对，你有本事就自己。对不起了，老古董，你力量恢复了，就是现在。
什么？你不是用不了那份力量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就是全能被夺走的感觉吗？十只绿者，他那边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只是我们之间的对话中断了。不过没想到，他居然同意了来帮你。不，准确来说，他没有同意。嗯？他只是动摇了而已。不过，我这边也有些赶时间。那他现在一定气疯了吧？我会找到他，和他好好道歉的。这也是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但现在，还是先救出 Kiana 吧。雷之律，别想这么容易就过去，不就是少了几个人质吗？但我们得到了十只律者的力量，现一换一不亏。干扰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意识的力量吗？冷静，布尔尼亚，现在他们还无法自如应用，这些都是障眼法。要是用十只律者的力量加上理智律者的力量会怎样呢？有本事你们蒙着眼睛打这东西啊。还真是有些棘手啊。布罗尼亚，在意识中设定好方位，向提亚娜那边移动就好。的我，你们，发生了什么？人偶在慢慢倒下。红色的电光，是牙医。牙医。起效果了呢。你。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在力量的对决中赢过了你们。什么？嗯？怎么？你们只知道要躲着我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躲着我吗？断尾求生？哼，看来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儿。雷之律者的力量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为什么无法夺过来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很简单，你们太弱了。可恶可恶可恶！你们的支配说到底只是强取豪夺罢了，但看来如果遇上比你们更强的力量，那不仅仅是受创，就连支配的全能本身都会被扰乱。
备好了吗？刚才只是测试而已，你们的支配和我的征服究竟哪一方更强，接下来就是动真格的了。牙医，牙医已经不用战斗了，我带你回去，回圣弗雷亚，大家都在等你，我们一起回到过去，这一次再也不分开了。我不需要回到过去，他也不需要。就是偷来的力量，也不过如此。切，是妈妈，这样把力量用尽之后，你不也会变得很虚弱吗？你这样还怎么去战斗？我看你现在这样，过不久就会被这个剧场赶出去的，到时候你就再也进不来了。你就等着吧，我们会把你的同伴全部杀掉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会理解的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提安娜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你的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恐怕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吧。外面是大家，看来他们在和绿者战斗，这样一来这里停滞的时间也终于开始动摇了。瞧我说什么来着，提安娜，你从来不是一个人。支配之律者的力量变弱了，准备好了吗，提安娜？我知道了，妻子老师。来吧，我们再走一段路。圣弗雷亚的昨天仿佛还历历在目，记得你刚入学的时候嚷嚷着要成为最强的女武神，转眼间你已经成长了这么多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想看着你们长大，很想回到圣弗雷亚继续给你们上课，陪你们训练，再去黑板上写写字，回房间喝上一杯。在圣弗雷亚的那段时光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，可惜已经做不到了，往后的路还很长，但我好像没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提亚娜，你从不会让我失望。要一直记得，你的身边始终有许多人会一直支持你，守护你，其中也包括我。我的旅途到此为止了，从这里开始，提安娜，就是你的路了。
离开那扇门后，这一切都会消失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吧。嗯，记得带我向圣弗雷亚的大家道别。好，告诉牙医，我支持他的选择，但下次不能对朋友下这么重的手了。我会的。告诉布罗尼亚，我很高兴看见他如今的成长，未来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告诉福华，虽然无法在未来再会了，但无论圣弗雷亚还在不在，他永远都是大家的班长。嗯，以后就只剩下德丽莎一个人照顾你们了，你们都要听话一点，不要惹学院长生气哦。最好多帮帮他的忙，别看他爱逞强，实际上比我们辛苦得多。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拉格纳也是丽塔和尤兰戴尔的老师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把他的遗志也传达给他们吧。没问题。最后告诉你自己，凯亚娜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亚娜，不要太在意，就把现在当作一场梦，等梦醒了，每个人还要继续向前。不要害怕告别，告别过去是为了走向将来。我明白的，吉子老师，我都明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吉子老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种时候应该笑着和你告别，应该坚强地走出那扇门。我知道这里只是记忆的残影，现实才是我该回去的地方，可我还是会忍不住想，只要我不走出那扇门，时间是不是就一直不会流逝？这一刻是不是就不会改变？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和你说声再见。我明明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那些夸下的海口我还没有实现，这是场梦，梦都会醒的，我知道。我会回去，会打倒千人律者，会带牙医回家，第十一律者，第十二律者，哪怕是中焉之律者，我都会战胜他们。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变成我们期望的样子。我只是想让你也能看见这一切。我当然能看见，提亚娜，只要你希望，我就能看见，因为我就在你心中。你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在母亲的葬礼上，我哭得昏天黑地，抱着父亲不肯离开，最后只剩下了我和他。过了很久很久，父亲摸了摸我的头，我看向他，他眼中也是红红的血丝。和我不同，他留下的都是无声的泪，但他说
没事的，姬子。妈妈会化作星星，在天上看着我们。父亲从不会表达这些，连安慰的话语都如此笨拙。但直到现在，我依然相信他说的那句话。Kiana，只要你相信，我就会化作星星，在夜空中守护着你。就算火炬会熄灭，月亮会失去光芒，这不变的微光也会为你点亮前行的方向。所以不要害怕，我没有离开你。成为学生前进的力量，是老师最浪漫的归宿。我知道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哪怕这种改变会带走你的整个世界，但没有关系，它也正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是一种足以为任何人开辟希望与道路的力量。迷茫的时候，就抬头看看星空吧，我愿在那里为你照亮整片黑夜。谢谢你，姬子老师。我该走了。嗯，去吧，向前迈出脚步，提亚娜，只管大胆前进就好。我会永远祝福你，守望你。毕竟，你是我无量塔姬子的学生啊。姬子老师，嗯，很高兴能成为您的学生，能够遇到您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去吧，凯亚娜。再见了，姬子老师。去吧，凯亚娜。Kiana，你是我的骄傲。班长，Kiana醒过来了。Kiana，没事吧？班长，Bronya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笨蛋，我们当然是来救你出去的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很多事。谢谢你们来救我，等离开这里后，我会全部告诉你们的。但现在，还是先和他们做个了结吧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刚才战斗的时候，他们忽然浑身颤抖地倒下了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或许是受到了雷之律者的攻击。牙医，牙医一定也在某处和我们并肩战斗。那之后，他们用理智律者全能构筑的东西全都消散了。Bronya也感受到了，虽然很微弱，但理智律者的力量似乎在慢慢流回核心。牙医的一击大幅削减了人偶的力量，恐怕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余力来掌握律者全能的支配权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继续削弱他们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夺回被抢走的全能。Bronya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，要做的事就很简单了，只要坚持到那一刻，就是我们的胜利。
提亚娜，没想到你真的战胜了那个空之律者。对，让你失望了。哈哈，行啊，强啊，真有你的。失去老师的绝望压不垮你，空之律者也打不倒你，就连那些核心也困不住你。好吧，好吧，提亚娜，我承认，你或许真的是一个英雄。我不是英雄，那些带领我、指引我的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只是在循着他们留下的道路前进，以此铭记，他们存在过。是吗？或许确实如此吧，但我们不一样。小心，那股异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我们不是英雄，而你要拯救的这些人，他们也同样不是。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偶，是放弃了挣扎，不知为何而活的失败者。他们厌恶自己的无力与软弱，将之转化成对世界的怨恨。你们代表不了人性，但我们是真实存在于人类内心的阴影，不可言说的丑恶。操纵着这一千个人的，正是千人意志的统合。一千种悲伤，一千种绝望，一千种疯狂，一千种诅咒，想要被毁灭，想要被囚禁，想要被支配，无数的恶意扭曲结合，共同构筑了这座支配剧场，创造出了支配之律者。你们只看见人心的暗面，却蒙起眼睛对美好视而不见。你们支配人类，让他们放弃，但却不曾倾听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声音。所以你们只是崩坏的傀儡。我们会摧毁这座剧场，让所有被支配的人拾回自己的心。好吧，提亚娜，最后的舞台已经为你搭好了，来吧，接下来就是英雄与恶意的最终决战了。这里就是最后的舞台，我们来了，支配之律者。傲慢、嫉妒、冷漠、憎恶、贪婪、绝望、放弃。提亚娜，小心他们的远程攻击。
人物的线操纵着一切。这个场地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领域，支配之旅者连这种事都做得到吗？陈虎兄死缠烂打，为什么要进行徒劳的挣扎？为什么要进行无意义的反抗？是想把我困在这里吗？我还要去救班长和布罗尼，我不会在这里停下脚步。挣扎，无意义的存在，无意义的生命，消失吧，无意义的世界。见到同伴的脸很高兴吧，提亚娜，这样就没法下手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看，你又是孤身一人了，都是你的错，让他们都跟着你陪葬。你的存在注定只能给人带来不幸，不过这也是他们自找的，谁叫他们跟你一样愚蠢无能，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。
是支配的剧场，仙人的舞台。我们是仙人的意志，仙人的绝望。绝望不会消失，我们不会消失。创造我们的事，毁灭一切的事，人类自己的恶意。暑假了，去海边玩喽！去海边玩。